你怎么停下来了？发育期间一定要多吃一点，知不知道？你该不会是学人减肥吧？不用的，你胖嘟嘟的多可爱。你说他是不是有病啊？都不肯吃东西。你不要喂他吃这么多东西，他已经很饱了。那倒是啊，吃饱就睡，睡饱就吃。那你吃。讨厌。我们来玩好不好啊？我们来玩猜拳，剪刀石头布，你石头我布，我赢了。其实我是不是很自私啊？为什么那么说？我从山上把它捡回来，不等于它想一辈子留在我身边。或许它想回到妈妈身边。兔子也都有它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家人，甚至有它自己的老婆子女。我甚至要把它留在身边，它未必开心的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嗯。